到了呀。到了，谢谢妈。没有了。好吃。还是这样。先进来。妈妈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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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这下面也是饭店啦、啊，应该是这里吧。下面很可怕哟。不会可怕，不怕，安全。安全的，弟弟不会爬，弟弟不会爬，你就不能上车。那有大家可以睡。肚子饿了。哎，好了，要去吃东西也可以啊。哎呀，想吃。哎呀，太尴尬了。睡在上面会很危险啊！他今天晚上睡上面啊？嗯，不用了。小贤今天晚上睡啊？嗯，想睡上面。好 ，OK。我上去躺躺看。去。我没脱鞋子。脱鞋子。我会脱啊。去看厨房有什么东西。去。那个口罩拿下来。看过了。都没有东西。这次可以逛吗？爬，我爬，我爬，我爬，这还蛮危险的、欸，会哦，所以这也蛮危险的、欸，会哦。有险可能没办法睡这边，好像蛮危险的。然后他们两个这边睡着之后，我们就一人睡一张上下铺以后他有机会，上下铺我们自己睡就好了。打一打，我不见了。他是群众等的。爸爸来吃饼干。爸爸。对面二楼。你在尿杯啊？你不在，我不珍惜。好了啦。已经有他了。他居然倒。小心摔下去啊！妈妈找到给你。拜拜。